是在右手转弯。这是谁的？萧彤。肖小姐，你好，我是肖彤，这应该是你的行李包吧？对不起啊，是我拿错了行李，应该我给你送去了，结果还麻烦你跑一趟，不好意思。应该的，上海这么大，你又是第一次来，不要说行李不见，连你的人都会掉的哦。谢谢。谢谢。对了，我赶时间，我得走了，再见。你这么急着走吗？哦，我是说我应该请你吃个饭或什么，谢谢你。请我吃饭？哎，我看我今天没这个口福了，我必须把我的设计稿带去发表会场，不然的话我的模特儿就要光着身子上台了。哎，这样吧，如果我们再有机会见面的话，我请你。好。嗯。哦，对了，你里面都是重要的东西，要不要检查一下？不必了，哟，你等一下。送你做纪念，这是我在候机室里画的。我走了，拜拜。再见。
东西都收好了呗，还不要我帮忙？不用了，就这些。你哭了，又在想建雅。我没事。女桑，我能够了解你的心情，我向你保证，这些都只是暂时，你不要担心嘛。我不是在为建雅担心，你不是说？他在大陆会有人照顾吗？我只突然想起来，以前爸爸在的时候，我们一家人和乐融融的，妈妈好幸福。每次我望着妈妈，看着爸爸的眼神的时候，我都会好感动。在他的世界里。是天，只要爸爸在，所有的风风雨雨就像飘散的烟，不会留下任何痕迹。现在爸爸突然走了，他的心情我能体会，真的。你和他不一样，正阳他会回来啊。我知道。雨桑，我听正阳提过，你们刚结婚，他就到美国读书两年，那时候你不是也在家里等着他吗？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我已经忘了。是吗？放了刚结婚又怀孕的妻子，自己跑到外地读书，这样还真放心啊？不是的，我在家里被照顾得很好，是我自己不想去的，我怕成为他的负担。我曾经认识一个女人，也是这么无怨无悔的等着她的丈夫。她等到了吗？一直到她死，她都没有得到正式的名分。跟她比起来，你是幸福的，雷夫人也是幸福的，至少你们都还有一个名正言顺的丈夫。好了，车在外面等，我们走吧。请问是雷震雅先生吗？是，我是于建中，克凡的朋友。太好了，我总算等到你了。来，请进，请进。好，真不好意思，昨天临时到广州一趟，所以没去接机，害你空等了一晚上。你别这么说，我不好意思。一到上海，我有事情要麻烦你了。什么事啊？我昨天到旅馆以后，我就出去溜了，在路上被人家抢了，那是钱包、护照全给抢走了。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？
那你有没有认清那抢匪的样子？我帮你报警去。没有啊，我没看清楚他们长样。这样啊，你放心吧，一切包在我身上，我帮你重新申请证件。哎，对了，你的台胞证有没有带在身上？啊，台胞证在。那你拿给我，可能会用得上。好好。哎，麻烦你了。哎，不要这样讲。对了，在这段时间里啊，可能会比较不方便，要多委屈你了。你不要这么说好吧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哼，克凡朋友就是我的朋友。况且克凡也特别交代，你是他的生死之交啊，所以呢，我就不跟你客套了。以后你就叫我建中，我就直接叫你名字。好，放心吧，在这段时间里面啊，在上海有我，住的、穿的、用的全算我的啊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。嗨，你要谢的话，去谢克凡去。我欠克凡的，我看这一辈子也还不了了。哦，我的情况，我想克凡都告诉你了。这趟来大陆，真的要靠你老兄多帮忙了。知道了，克凡已经跟我讲过了，放心，别急。这样吧，你待会去整理一下，搬到我那儿去住。到我那儿住呢，互相也有个照应。不大好吧？哎，就这样决定了啊！今天晚上我来接你，顺便帮你接风洗尘。好。刘经理早。早。等等，有什么事吗？是有什么喜事还是什么？这天大消息你还不晓得？对呀、啊。什么事啊？刘副理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今天新人事命令公布，你已经荣升我们雷士企业的副总经理了。恭喜！恭喜！从今天开始啊，我们都要叫你刘副总经理了耶！太想不到了！哎，我们公司有这么多优秀人才，怎么会是我呢？我太幸运了！不要谢谢了。这样，晚上我请客，你们选地方好不好？好。好不好？哇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吴总，这间 club 的老板娘不但美丽大方，还温柔体贴、善解人意哦，所以生意特别好。有空坐来坐坐，疏解疏解压力吗？哎，少爷，快叫你们老板娘过来啊！我早就来了。去帮我招呼一下李总。老板娘，快陪我们喝杯酒吧。还客气慢用。谢先生，你又趁我不在的时候说我坏话，对不对？难道我说你美丽也是一种坏话吗？那是我错怪你了。好，我自罚一杯。爽快。这位先生是新面孔，看您满面春风，一定有值得庆贺的事。是结婚还是高升啊？我没说错吧？跟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啊，是我们雷士企业新上任的副总经理刘副总，他可是最具有价值的单身汉哦。刘副总，我敬你，祝你事业顺利，步步高升。好，好，老板娘。副总喝酒吧，跟陪我们喝一杯好不好？哎，好，我敬你。这样子喝会喝醉，这杯我帮你喝。啊啊！好亮呀，很亮啊！副总，文弟，我们副总啊，可是怜香惜玉的哦。对嘛，你可要好好招呼哦。每位来我这边的都是我的贵客，我不会怠慢的。今天的小菜我请客，希望大家玩得尽兴点。好，没问题。那你们继续吃，我待会儿就回来。那记得带他回来。好啊，哎啊，哎，好久见，谢谢。哎，刚才谢谢了。谢什么？你心里明白啊。哦，这是一个成熟男人对女性应该有的态度。再说酒喝多了会伤身，尤其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要是喝醉了，会让人有几克秤呢、啊。
小姐，有没有事吧？拿着皮包。谢谢。小心，慢慢来。你开计程车吗？对啊。送我回去吧。好。小姐，晚上像你一个人驾车很危险的，又喝了酒，很容易碰像刚才那种事情发生啊。还好说刚好我路过。要不然的话，你说掉了钱无所谓，如果发生什么事的话，那么就真的不值得了，对不对？其实你应该叫像家人或朋友来接你，这样才对嘛。小姐，啊，小姐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在你车上睡着了，害你没做生意。没关系，反正累了嘛，也要准备休息一下了，无所谓。好久没有看到清晨的台北了。你是个好人。你怎么知道我是个好人？撇开昨天你帮我抢回皮包的事情不说，我相信我也长得不错啊。对于大多数的男人来说，还算有吸引力。所以啊，昨天晚上我在你车上睡着的时候，你大可占尽我的便宜啊。可是你没有，就这样子白白放过了这个机会。
对我来说啊，只要不会趁人之危的人都是好人。你贵姓啊？我叫张新雅。那你现在住在哪里呢？没有，我刚从宜兰老家上台北来，没有两个礼拜，所以暂时还没有地方住，所以现在就是住我们村里面。我也是一个人到台北来打拼，你知道，为了这份工作，我通常都要三更半夜才能回家，所以我常常在想，要是我能够找到一个老实又可靠的人来接我上下班，那我就不用担心遇到坏人了。你有没有兴趣来接我上下班？车钱包月算。哟，什么时候开始啊？就今天喽。好，那我请你吃早餐。好。喂，我是。我是他妈妈。什么烂房子，他要没去上学，连想要的地方都找不到。什么玩意儿吗？我知道了，对不起啊，我们家有事，我再跟你联络。再见再见。妈，妈妈妈，妈，你在玩什么东西？妈，妈，坏女人，你是那个坏女人。妈，妈，你小心了，妈，妈，你小心了，妈。从前那个样子，你是世界上最明理、最慈祥的婆婆。妈，现在咱们家只剩下咱们三个女人了。婉儿她常常逃学，你这会儿又要寻死。妈，你面对现实吧，振雅一定不会希望你这个样子的。医生不哭，医生乖乖，医生不哭，不哭，医生乖，乖乖不哭。石头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你呀、啊！快点回家，石头，快点回家，回家来陪我，带我去吃饭。带我出去买东西，不要躲猫猫，不要躲猫猫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石朵回家，石朵回家，石朵。Hello， 奶奶，你是谁？我是婉儿啦，你怎么又不认得我了？看清楚啊！婉儿，你是婉儿？奶奶，我拜托你。要是被妈听见，我就死定了。奶奶，你看，我给你带好东西来喽。来，我帮你别上，飘飘，对不对？好草逼啊！哎呦，真是的，奶奶，奶奶，这很漂亮啊，为什么不要呢？飘飘，那你为什么没有？哎呀，奶奶，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带的。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好久的，来，你看，漂亮对不对？漂亮对不对？漂亮，漂亮。哎，奶奶，我告诉你哦，你要小声一点。我待会啊要换衣服去逛街，再给你带好吃的东西回来，好不好？好吃的，好吃的，好吃的。嗯，不可以拿掉哦。不拿掉。不拿掉，等我回来哦。我回来。
片片，片片，片片，婉儿，你要去哪？去逛街啊。你现在应该在学校上课，不是去逛街。刚刚你们老师打过电话来了，说你常常翘课，你才刚转学，你这样功课怎么跟得上呢？哎呦妈，我就是不喜欢这间烂学校嘛，又走那么远，老师同学我半个都不认识，而且又通通土的要死，真的很没有意思哎。妈知道你委屈，可是咱们家现在不比从前，爷爷过世了，奶奶又生病，爸爸又去了大陆，你一定要慢慢适应这样的环境啊。哎呦，我就是不习惯嘛，为什么要搬到这里来呢？为什么要帮我转学啊？我就是不喜欢这里嘛，我就是不要去上课。你这孩子怎么说不听呢？妈，你就再让我玩一天嘛，我明天就去上课了。不行，马上给我去上课。片片，妈，这是哪？片片，奶奶，我去帮你买好吃的。哎，婉儿，婉儿，你给我回来！你看片片，看片片，看片片，我也不片片，片片片片片片，片，看片片，来。哎，鸭子那里，那里面啊。没关系啊。我马上就回来。我妈呢？不见了，刚才在这里他们看到了。上来了，要躲也躲不掉，还少吗？要紧。今天心情没工作好看。摆在那里，让你闯你都看不见呢。笨蛋你！你不
亏心了，我跟你讲。我就是要你撞我，有谁要你撞我？我撞你，看我这里，看我现在车怎么办？谁要你多管闲事？你神经病！我神经病，我差点把你给撞。你开玩笑，我是你骂我神经病。你不撞我，我怎么死啊？你死了不完蛋了？我跟你讲，我赔了一辈子把你给赔了钱。你神经病！你下车，看我现在车怎么办？我神经病！你神经病！我神经病，我现在车怎么办？是骂我车神经病啊？啊！现在车撞这样，我怎么赔人家？喂，老太太们，还没有学好学坏。开玩笑，叫你找死，你找什么叫找我对不对？你干嘛？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不走，不走。不要哭，我带你回家，不要哭。乖。待会儿嘞，我就把你送回家，然后找你亲人，然后一切就算了啊，就乖一点，最后面不要发飙就没事了，好不好？待会儿嘞，带回家就我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，就好了。安静点啊！啊！怎么咬啊？怎么办呢？一点消息都没有，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才好。都是我不好，怎么一急就把妈给忘了呢？真是。对不起，请问那个徐，你把他怎么了？哦，对不起，这个没有办法，这个完全没有办法。我知道你替人办事身不由己，可是你不能对一个老太婆太残忍呢。你要钱我可以给你，他有病，他不能受刺激的。小姐，请你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要你的钱的，我不要你的钱呢。可是我们家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我求求你，先要好，把他给放了，好不好？小姐，请你不要误会，我只是开计程车司机而已啊，我不要你的钱呐、啊。你不是来讨债的？我长得像讨债的吗？可是我今天早上看到你在偷拍我的照片，我还以为你是讨债的。那你把他给绑起来干什么？你把他给放了？对不起，不能放。危险分子，绝对不能放。她是我妈，你又不是来讨债的，你为什么不能放她呢？你快把她给放了，你快呀、啊！你妈？我妈。哎，帮你，来来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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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！哎呦！哎呀！神经病！你神经病！妈，要我跟你讲，我不能够放你，看多危险！哎呀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还有！哎，这样，这个肖老，人很难搞的，你要有心理准备哦。这次成不成功就看你的了，啊。这样，这就是肖董的车，啊，我们进去吧。肖老，你好，我跟您介绍，这是来自台湾雷氏企业的老板雷振阳。肖总，你说的我听见了。哦，
没有。那我不召唤你。哎，校长，校长，校长，欢迎欢迎，校长，校长，来来来，请请请请请请。啊，这样啊，没关系，我看今天就算了，改天嘛。好，这样也好。啊，我先进去打个招呼，马上出来，你先报道。不是，我就要走了。怎么没进去玩就要走了呢？不进去了。进去玩嘛，玩一会儿再走，好吗？走，我带你进去。哎，孔彤，我找你很久了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有两位美女陪你，用得着找我吗？借过。哎，孔彤，孔彤，不好意思，他经常这个样子。你是孔彤的朋友吗？哦，不是。哦。进来吧，风大。好，不进去了。哦，那我们进去，冷死了。等一下进来啊。真不好意思，把你耽搁到现在。那没关系啦，现在这个样子，其实安抚他的话呢，都要花点时间的嘛，是不是？今天真的是要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妈她不知道还会怎么样。你这是我妈的基本怨言。千万不要这样想啊，真的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这点小小的心意，你一定要收下。哦不不，我绝对不能收这钱，还是留着给老太太看病吧，对不对？你这样我没，千万不要跟我客套。如果有缘的话，下次你再看到我，请我吃顿饭就好了嘛。那咱们就说定了。这架子，好吧。谢谢。谢谢张先生方便留电话吗？哦，我刚搬来台北不久，所以还没有个正式地方住。但以后我再跟你联络，好不好？一定啊！一定。先走了。谢谢啊，谢谢。真多。来来。哦，对，好。慢走，慢走。谢谢，谢谢。我的妈呀！怎么下那么大雨？要不要去上学啊？不然老师再打电话来了啊！知道了，老。你去上学吧，我知道。化学马上回来啊！不要乱跑。知道了。昨天晚上就睡在这儿。对啊，因为昨天晚上下大雨，然后有点累，怕有什么问题，所以干脆不走，早上再走。要不然现在吃个早点。好啊。对不起，我的手艺不太好。我看还是我来好了。你吃过没有？要不要来一份？没关系的，还是我来帮你好了，来，我来，没关系。不好意思呢，早餐都已经是你做的了。没关系，反正我喜欢做家务事嘛，来。不好意思。没关系。
我来帮你。没关系，还是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不好意思。看你样子就晓得你很少下厨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下厨穿你这个样子的话，太浪费了，对不对？我都是第一。我帮你擦。你可以留下来，乖。好啊，谢谢。喝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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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茶。我去泡茶。我乖，哎呀，你看，好可爱呀！哎呀，妈妈在搂你啊，拍拍睡高高，来，乖。